把这些人给我带走！是，这边，快点，起来，走，这边，走，好了，走，走，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走！我亲事在哪里？亲事在哪里？在浴室房。 他早就不在玉贞房了。告诉我，他到底在哪儿？他此时在哪儿，我并不知晓。我只知道，他要暗中促成郡主和陛下的婚事。除此之外，我什么也不知道。刘弥沙郡主是吧？你还想做皇后？嗯，报！ 三王六起，皆在东林。妖军对弈，秦羽之庭。昭鹿客，有点意思。本宫问你，你们的军师是在8年前去的镇吴吗？是，军师是8年前来的。很好。 看来昭鹿之变的余孽，不只是郑武一人。大人是准备赴约？他是谁？他配吗？其他人都无所谓，但是焉知他？如果他不能破局而出的话，他就不配当掌旗人。 不行，必须去阻止陛下。为什么？也许他们能成呢。那成了之后呢？邱子良固然是豺狼，那郑陆李旭就是好人了吗？别忘了，他们曾经连诛三相，导致班裂殆空，朝廷汹汹。此昭鹿之计若成， 邱子良死后，军权会落入谁的手中啊？邱子良毕竟是宦官，宦权来自于皇权。郑陆李旭之人之死更甚。若昭鹿之计成，陛下必受 李正二人的挟制，若败，邱子良也不是省油的灯啊。此时危难之际，我等怎能袖手旁观呢？那老师，我这就入宫，去阻止皇兄。快去。 以往殿下，这么晚，这是上哪儿啊？太皇太后寿诞将至，想找皇兄商量如何操办。陛下已经就寝了，有什么话跟本宫说。一样的。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，那就改天再说吧。 等等，以往殿下，太皇太后喜欢看戏，做一场好戏，你觉得如何？
好。